船雨中的他，这一生月光跨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愿做他掌上的奴才参见皇上。李德福，你可真有眼色呀，还敢过来见朕？皇上恕罪，奴才知道皇上现在心情烦躁，不过太皇太后宣世淑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奴才不敢不传呐。皇上，太皇太后不会想赐奴婢一杯御酒吧？没事，别害怕，朕陪你一起去。皇上驾到！皇上吉祥。平身吧。谢皇上。你先在外面候着，朕进去跟太皇太后先说说。皇上，奴婢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可就靠皇上你了。放心吧。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那我是不是该赶紧脚底抹油溜啊？皇祖母吉祥。起来吧。刚刚请拿了鳌拜，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皇上怎么会有闲暇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不是，皇祖母一直教诲说，越是处理大事越要从容，孙儿一直谨记于心呢。哦，幸亏爹和师父没有先见之明，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却逼着我狠练轻功，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匣，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寨，这可怎么办啊？哎呦，管他的，也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先保住小命要紧。难怪鳌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都这个时候了，她居然一点也不慌乱。哎呀，皇上，你亲政了，哎，有许多事情呢，可以自己做主张了，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皇祖母何出此言啊？孙儿心里极是惶恐，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还请皇祖母垂询。得了，去玩去吧啊！你们都退下。嗯，下去吧。嗯。
皇上啊，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啊，是。这个李太医啊，擒拿鳌拜有功，又救过孙儿的性命，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孙儿心里极是不舍，所以就赦免了他们。朕少造一些杀孽，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天寿嘛。哎呀，皇上啊，你可是刚刚亲政啊，就如此妇人治人，以后怎么立威啊？你那个叫什么李易欢，这个小小的答应，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侍书的女官员的位置，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都站得远远的。我可顾不了那么多，我得认真的听着，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我好赶紧溜啊。皇上，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啊？哀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没料到你已经特赦了他们，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你全然不顾哀家这副老脸呢。皇祖母息怒，若是因为此事伤了皇祖母的凤体，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皇上若眼里还有哀家，就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李欢。好狠的老太婆，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龙小弟，如果你保不住我，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通知朱哥哥和我一同撤离了，那你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谁叫你这个皇帝当得这么窝囊，连自己的结拜大哥都保不住。孙儿自小就没了父母，全凭皇祖母的疼爱才将孙儿一手养大。孙儿对皇祖母之心那是天地可见的，此事孙儿可能处置上有些不当，但绝无半点忤逆之心啊。哎，罢了，皇上呢是仁慈大度，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也难免呢迷了心性，失了分寸，起来吧。皇祖母，您先消消气。这个易欢呢，是孙儿在出宫微服私访的时候结识的。那个时候，孙儿一时玩性大发，就假冒侍卫龙三的身份和他结了拜，还谎称啊自己是皇上的替身。没想到他还真信了，所以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其实吧，他不是冒犯龙威，他只是把孙儿当成了他那个假冒皇上的结拜小弟了。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是啊，这个易欢啊出身草莽，没见过世面，性子又天真烂漫，孙儿也是一时兴起想骗骗他，没想到他还真信了。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对付鳌拜，他还不惜性命与鳌拜那是以死相拼啊。若是宫里的其他人对孙儿不敬，那自然是死不足惜，可是易欢他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傻丫头，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哼，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傻丫头，你认我做老大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吗？皇祖母，说实话，这宫里又有哪一个女子肯为了孙儿不惜性命与鳌拜以死相拼呢？就看在他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谊上，饶了他吗？皇上，能说一句老实话吗？嗯，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李易欢
动了心了。皇祖，孙儿刚刚真正亲政未久，内有鳌拜的余党未能清理，外有三藩作大，还有前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所以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对任何女子都不会真正动心的。龙小弟，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这样也好，咱俩互不相欠。哦，哀家以为啊，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妹子，让皇上迷失了心情。这样听起来呢，哀家也就放心了。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射，那就看皇上的了。皇祖母，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这易欢呢，他娇俏可爱，天真烂漫，就像一个开心果，所以孙儿想把他接着留在宫里，让他伺候。你怎么又绕回来了？皇上啊，你小小的年龄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哀家想想都心疼。皇上什么时候做到不动真情不误国事，那你就真正的成长了。皇上，你看这后宫有那么多的小丫头，你叫哪个不是啊？非得她这个李易欢不可吗？她有何等的姿色呀，何等的本事。皇祖母，这易欢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女子，孙儿求皇祖母成全。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候着呢？那就叫他进来吧，让哀家见识见识。太皇太后和皇上宣世书姑娘觐见。是，奴婢遵命。太皇太后，皇上，世书姑娘觐见。太皇太后吉祥，皇上吉祥。果真是一个灵秀的人儿。你盯着哀家做什么？哦，奴婢只是好奇，原来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呀，慈眉善目的，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你不必在这里花言巧语，李易欢，你可知罪？奴婢知罪。你知什么罪？讲来给哀家听听。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居然皇上说什么，奴婢就信什么。你看，你看，皇上。你看这小丫头啊，她哪里是在认罪呀，她分明的是啊拐着弯的数了皇上。皇祖母，这丫头一向如此，心直口快，不知轻重。那你就起来吧。谢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奴婢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您。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坐着龙辇回到御书房的时候也觉得好奇，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嘘，小声点，我当然是龙三，不是皇上。你不是皇上，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叫你皇上呀？”那是因为我呀，是皇上的替身。啊？你是皇上的替身啊？对啊。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所以啊，我是皇上的替身。你也知道，咱们大清啊，虽然入关数十年了，但是根基未稳，皇上又年少，刚刚亲政嘛，
不光这前明余孽，还有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想谋杀皇上，所以呢，我就当皇上的替身。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要是皇上的话，怎么能跟我结拜呢？对啊对啊，这回知道了吧？为什么我龙三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那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侍卫，我呀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出来露面就行了。太后太后，你们都笑什么呀？奴婢说的都是真的，没敢骗您。奴婢当时就想，哎，龙小弟真可怜，为皇上卖命还得替皇上挨刀子。这丫头啊果真有趣呀。皇祖母，当时的情形啊确实如此，孙儿啊也是一时童心未泯，见这个丫头什么都不懂，特别有趣，想逗一逗她。想逗逗我，但是奴婢当真了，真的把皇上当成兄弟，不想看着你去死。太皇太后，奴婢真的以为太后去跟鳌拜拼命，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脱了下来给了他，还陪着他一起去跟鳌拜拼命。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恐怕我跟皇上就……瞧这丫头啊，委屈的哟。得了，哀家呢就饶过你了。真的？嗯。谢太皇太后，还是太皇太后好，不像皇上就知道欺负奴婢。哀家听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是吗？哀家着实的恼怒，没想到就像皇上说的，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而且呢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所以太皇太后，您的意思是可以饶恕奴婢了？不，你毕竟打了皇上，你这叫犯上啊，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呀？啊！太皇太后，您还要罚奴婢啊？哀家对你呀，是死罪可免，活罪就不能饶啊。这么着吧，你哪只手打了皇上，那就伸出哪只手来，就得挨打50手板。太皇太后，我爹跟师父从前总打我手板，我都打怕了，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死罪都给你免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不是不是，奴婢不敢还价，只不过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还缠着绷带呢。太皇太后您看。是啊皇祖母，奕欢手上的伤啊还是为了救孙儿，被鳌拜用匕首给刺的，这伤口又长又深，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现在还没愈合呢。那就伤好了再打。太皇太后，你就饶了奴婢吧，奴婢知错了，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样吧，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哀家出3个题目，你要是答对了就免去这50手板。考试啊？奴婢最怕考试了，能不能不考试啊？你这个小丫头啊，又怕死，又怕挨打，又怕考试，那怎么着？那是挨杀头呢，还是挨打呢，还是硬考试呢？那还是硬考吧。不过太皇太后，您出的问题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哎呀，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是是是，太皇太后息怒，是奴婢小心眼了。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告诉你小丫头啊，这后宫之主是皇后，就由她来出这3道题。啊，一个时辰之后，回来再考你。是。谢太皇太后。
皇祖母，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易欢那个狐妹子了？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嗯，就算是灭了她，你想想，皇上也不会亲近你，更会疏远你的，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那您就不担心李易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哎，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易欢呐，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所以哀家呢想放他一马，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哀家出了这三道提议，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易欢，二呢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嗯，现在呢这前面这两道题呢就由皇后来出，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好，这第一道题呢，你要用一根绳子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这么简单啊？不简单，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可以啊，但是只能用一只手，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皇祖母，这太难了吧，这只能用一只手，又不能接触这冰块，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皇上啊，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可是这五十手板你就着实的挨上了。皇祖母，这易欢手上还有伤呢。那伤好了再打。皇祖母，这个易欢要是实在办不到，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给他换一道题啊？哀家是一再让步啊，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皇上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真的？你确定啊？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可以呀，不过你得快点儿，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谢太皇太后，奴婢告退。让开！哎，谁家野孩子啊？没点规矩，让开！哎，这孩子，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冰都快化了，你想出来办法没有？奴婢想到办法了。好了，稍等片刻就可以了。这丫头
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哦，朕明白了，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一欢，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从小到大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但是什么都学，只会那么一点点，杂而不精，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冬天啊，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好啊，小丫头，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二道题。你数数，横着数多少，竖着数多少，一共多少个铜板，数数。回探皇太后，横着数有4个，竖着数有5个，一共是8个铜板。好，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啊，变成我，竖着变成4个。嗯，哀家给你一炷香的功夫，你要是再猜不出来，那就算你输了。完了完了，小的时候奴婢不想好好学习，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而师父们总是吓唬我，把戒指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这下好了，以前没挨多少打，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太皇太后，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哎呀，小丫头啊，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嗯？太皇太后恕罪，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然后告诉了奴婢，奴婢才说出答案的。你这丫头，朕好心帮你，你还出卖朕。皇上，对不起，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那可是犯了大罪。皇祖母，其实呢，孙儿也就是摆了个手势，不能算是作弊。再说了，这道题啊，它本来就简单，孙儿就算不提醒易欢，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你这易欢小丫头，她若是不承认，你皇上也不承认，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罢了。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这道题就算过了。谢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您人真好，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净说漂亮话。好了，哀家呢，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不过呢，皇上，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孙儿明白，这第3道题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你如果再作弊，当然也算数。这第3道题小丫头你听好了啊，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偏偏你自己做不到。这个吗？奴婢知道了，除了奴婢，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好，这个答案好。皇祖母，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哎呀，皇上啊，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想想啊，一个好好的人，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去杀人呢？嗯，
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只是呢，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所以呢，这个答案不对。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当然了，这个答案呢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太皇太后，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实在是想不到答案。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皇祖母，孙儿也不敢再为奕欢求情了，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奕欢宽限一日的时间，让奕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好啊，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就宽限你一天。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一天。待到明天这个时辰，你要是再答不上来，那就要着实挨打了。谢太皇太后。黎欢这个小丫头真够机灵的啊，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原本妾身出的第二道题是可以难住黎欢的，如果不是皇上相助，只怕她早就输了。皇后不要这么想，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这黎欢她也会答得出来的。只不过是呢，多花些时间罢了。幸好皇祖母出的第三道题把她难住了，就算她想了三天三夜，也未必想出答案。只是，又怕这一夜之隔，又有人给她送答案去了。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三道题的目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计较结果呢？如果这李易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我哪有替鳌拜卖命，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不完才身不由己的吗？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李太医，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可千万别出卖我呀。我们不出卖你，你就要出卖我们。奕欢打了康熙一巴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这叫杀人灭口，冤枉啊。李太医，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可是鳌拜说了，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除此之外别人毫不知情，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我跟奕欢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你是担心有一天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向皇上告密，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先杀了我们灭口。不，李太医，我没你想的那么狠。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没有怀疑到我，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再说了，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监视皇上，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可是皇上已经亲政，权威日重，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我还能活到今天，还能当上大内总管？不是你，那会是谁呢？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在皇宫里啊，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替谁办着事儿呢。好吧，我暂且相信你。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啊，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对对对，相互照应，相互照应。
皇上怎么愁眉不展啊？是在为一欢妹妹烦心吗？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朕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妾身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哎，雪嬷嬷，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老奴也想不出来。皇上不必发愁，这朝中人才济济，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共同商议一下，集思广益呢？说得对啊。婉心，这后宫之中就属你最温柔体贴，别的嫔妃啊都嫉妒一欢，巴不得暗中盼着一欢出事，只有你才是真心实意的对她。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二来是真的喜欢一欢妹妹。哎呀，你说咱们这皇上啊，自从亲政以来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啊，你们都说说这有什么急事儿啊？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嘿，李太医，李太医你也来了。哎，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哎，嘘，这话可不敢乱说啊，小心这叫祸从口出。明珠大人，哎，李太医，说什么？怎么回事？啊，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让卑职火速进见，却没有说所谓何事。哦，行，进去吧，走，明珠大人请。请请请啊，朱爱卿，朕深夜召诸位前来，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朕思虑了许久，都没有想出答案，所以啊，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敢问皇上，是何为难之事啊？这有什么事情啊，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哦。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有了，比如说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这个答案不对，这个答案只是诡辩。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而不是绝对做不到。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皇上，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还这么着急，想要知道答案。这其中缘由朕不便透露，周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帮朕解忧就行了。有了，皇上。皇上，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但别人可以啊。这个答案也不行，出题之人只怕会说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所以啊，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皇上，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究竟该怎么回答，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皇上，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
易欢，易欢妹妹，雪姐姐，来，走。哎呦，你怎么过来了？你不是被皇太后软禁在慈宁宫了吗？那个老太婆哪知道我的厉害啊，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我直接把她的昏睡穴给点了，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不过雪姐姐，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皇上不在，我怕那老太婆发现了对我下毒手。好，这索额图和明珠府上养着上百的能人异士，在天亮之前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只不过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已经派人盯着易欢了。李太医，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答案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他？这个好办，微臣小时候跟陈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陈妹性情顽劣，不肯用功。为了帮陈妹逃避师长的责罚，微臣也常常在暗中帮陈妹作弊。到时候，皇上只要用微臣当时的办法，把答案传递给陈妹即可。皇上啊，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帮你一起想答案呢。这个皇上对你可很上心哦。哎，他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贤良淑德的女子罢了，对我呢只是图个新鲜。雪姐姐，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铜匣了。啊，我要跟朱哥哥吃住紫禁城吗？铜匣你已经找到了？这个铜匣是从鳌拜府找到的，我怀疑呢我们明珠谷有内奸，把铜匣这个秘密告诉了鳌拜，但是鳌拜出于私心就没有上报给朝廷，就一直把这个铜匣收在自己的府里。哦，原来是这样。嗯，真没想到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会是谁呢？不知道，不过朱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查清奸细的事儿。嗯，哎呀，你说这奸细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也泄露给了鳌拜？嗯，据我推断，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国外的行踪，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心情倦，天与地开在眉间，谈千秋，万事怀念，心中细流，回眼放晴。情愁。